巫师驱使鬼娃偷钱。就我的这种鬼娃鬼孩呢，他可以接受这个巫师的驱使偷人家的钱。从开始会讲话开始，他就不停的说他在哪里死掉了。你的肩膀上挂着两个小孩，他感觉里面是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，感觉是一个婴儿还是什么。